颈椎病的症状有哪些？颈椎病是一种复杂性的疾病，那它是一种，就是可以在临床上可以表现多种多样，就是，有的病人主要的症状就是一个颈部的一个疼痛、活动僵硬、活动障碍，然后它引起也有可能也会引起手麻，一些手指的麻木，甚至有的会引起下肢的活动的一个行走障碍、拘紧，还有就是有的我们像我们就是有的感觉胸部的不适，还有头晕头痛，这些都有可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。还有就是我们最严重的脊髓型的颈椎病都会出现一种高位的截瘫，就是像就是说这种颈椎病的症状是多，其实有很多种，我们主要的还是要通过一些检查来那种，包括医院的一些就是物理的，就是拍片子、磁共振，还有一些 CT， 然后再到医生的一些体格检查。